賓嘅。咁呢位嘉賓咧係文英傑先生。文英傑先生咧係見證咗一段業主同埋租客二十多年嚟嘅人間友情。我哋有請文英傑先生出嚟。喂，我冇見你幾耐啊，阿老闆。20多年到啦。唔係，我第幾耐之前見過你啊？應該都10多年前啦。佢由租個地方咧見一次，十幾年前見一次，今次係第三次見面。係啊，係啊。其實我認識你都係其實睇本書嘅啫，《從街同到富商》係咪有本咁書啊？有。係一仲有冇啊？而家賣曬咯。我想仲攞翻本先。我出唔知一部啦，係咪？系啊，阿文老板是香港做旗袍好闻名的师傅嚟。冇咁讲，金多宝旗袍，系《经济日报》咧，你睇到广告，系冇咁讲。你同我租个地方几多年啊？我谂都有20多年，我咧冇乜记性啊，年纪大咗啦。其实同埋因为咧，你又好似冇乜租约喎、啊，又冇租单喎、啊，又冇按金喎、啊，又唔知几时起租喎、啊，又冇加。租喎、啊，不過有減過租，有減過租喎、啊，啊呢樣奇怪啦，啊又唔使出聲嘅喎、啊，佢一其實好睇出我哋嗰啲無產人士，啲人就話中產，我係無產，嚇、啊，佢仲有樣睇死喎，你會點樣咧？有人想話租我間鋪喎，做生意喎、啊，嗱佢同埋隔離一樣咁大細嘅喎，佢要70000，我要15000嘅啫。佢仲要問佢喎，你可唔可以一次過俾3年租？佢幾體恤我哋嗰啲無產人士啊！啊，今時今日套滿牆嚟唔講得，不過得個肚腩大，都係博生關照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唔係博生係博士。我見到你話啲小朋友讀完大學咧，我都好開心。係啊，真係㗎。其實可以講得話，你真係我哋啲無產人士嘅飲，即係咩父母啊！即係讀咗書少就唔識講，真係嘅，唔可以咁講嘅。你真係好關注我。唔係，我解俾你阿文先生，一世俗人咧睇咗好短嘅。係。因為我基於咁樣咧，我賺好多錢喺你啲鋪度。如果譬如我收到你700000元租咧，個租值咧就會買翻1000000啊，或者700000-800000咧就賣咗㗎啦。因為啲人買鋪咧，梗係根據你租金嚟。係。比較啱啱啊，老闆，阿文老闆，因為我收你10000元租咧，咁啊，我有冇時間？咁因為基於咧都係你嗰個技能咧係我哋支持嘅，因為而家做旗袍嘅人咧唔多，咁旗袍咧係中國一座近代喺清朝落嚟嘅一個好嘅文化，咁你香港政府成日話搞文化，搞文化呢啲咪文化咯，我哋咪應該扶持先啦，老闆。你咁講都係。係嘛？揾食幾兩年啫，呢種係文化嚟，雖然你話係揾食，但係喺文化，我哋尊重一個國粹嘅文化，所以咧就我交代我秘書咧就你唔好理佢啦，佢中意做到幾時就幾時咁樣叫到20多年，咁你亦都有心俾個封信話多謝我冇加你租，令到你開工，而啲小朋友讀大學，係事實，呢個係多謝你師傅教你做旗款，佢旗嗰個師傅，其實我都係好多謝你嘅，冇啊呢、這個，你從來冇嚟過鋪頭收租嘅。冇啊！你大唔知啊！我送去新華神道嘅啫。冇啊！依個仲話入錯房，我入錯地方喎、啊。咩蒙古領事館嘅、啊？哎呀，原來真係西國高人，原來高人。我解俾你聽啦，因為我咁嘅態度咧，我啲鋪先留到咁耐，即係唔嗲唔吊。如果緊張，你一早賣咗啦，500多萬買翻嚟，有人俾千幾咪賣曬咯。我四間鋪嗰陣時賣500多萬，而家賣有兩間早年賣咗2000多，因為而家我都賣埋啦，啱啱收埋訂3000多，咁你做到3月底咧，就我哋繼續再做好朋友，就唔做租客同業主關係啦，好唔好啊？梗係好啦，求之不得，出面放生我由你喎。係啦，我知道你搬咗喺碼頭嚟咗一個好靚嘅地方喎。好文靚啊！你做旗袍要揾阿文老師、阿文師傅啊！多謝，金多寶，多謝，一流㗎！你睇經濟日報啲廣告啊！好嘛，送樣禮物俾你，多謝我哋20多年來嘅相處。你又冇爭我租，我又冇欠，又冇卡你租，係嘛？唔係你爭都唔緊要㗎，有人爭我成100000租，我都冇追人。我叫我老婆唔好告。
佢話我佢點解唔過？誒，我唔過啊，福氣大啲啊！咁後屘佢真係啊，無端端叫佢買只股票啊，賺翻好多錢。我話你唔過啊，福氣大啲啊！啊，世間好壞啊！黃毓民講過嘅，佢話上帝講 close the door, open the window 呢個例子啦。如果我加你租咧，就賺唔到咁多錢嘅，我早賣咗啦。加你$70,000租咁啊，有$70,000租咁嗰陣時早幾年嘅，買$10,000,000，有$70,000租佢買咗咯，咪買咗。但今日我賣$3,000+啊，文老師，我啱啱賣咗，我訂$3,000+，所以世界好快啊，你唔使緊張嘅，好嘛？好，送件禮物俾你。好，多謝。呢張咧，我當年係幾十年前做嘅金石印章嘅心經嚟嘅，希望帶嚟你家運吉祥。每一個圖章咧係唔同嘅算刻，如果嗰個刀一落咧，有一刀錯咗，你要重刻。當年呢啲圖章，即係我刻章嗰時候，一刀錯咗，就要成個章掉咗再刻噶啦。啊，呢個係每一個圖章一句心經嘅章文啊。我呢個係30多年前送，好耐，成30年前做嘅心經，送俾你紀念啦。希望你帶嚟，希望你後代咧都帶嚟智慧，啊業主同租客關係啦，冇租約，冇租單，冇收條分都冇，啊，冇加租，不過有減租。冇啦，沙士我哋唔使你開聲嘅，沙士時間，個個都好辛苦。我其實唔係同你講啊，我同阿馬建都講過，我從來冇見過嘅，我從來冇見過嘅，真係嘅，真係嘅，我活到60多歲啦，今年。從來冇咁即係咁大量咁咩㗎，真係㗎，未見過面㗎喎，淨係知道啲肥仔啫喎，啊咁啊幾廿年㗎啦，啊冇加租，其實做得好好地咧，佢加我多少我都一樣肥嘅，不但係從來冇，無言感激四個字，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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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唔明啊，文老闆，我哋古人講過嘅量大福大。你唔係叫我老闆啊，你當肥仔啊嗰時。世間咧係量大福大嘅，呢個係好多人唔相信嘅。仲有位我好似阿 Vincent， 好嘢冇加你租啊，大佬20多年又係。这个我们云上昌老板介绍这个先，这个真是最来老友了，他介绍我买间铺30年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减租的，没加租的，又是没租单的，你把他声给你。对面那位他懂得说话的，谁说我都怕了，不过实情真的是讲事实最重要。即当年呢我就做车行的，我就話啊間鋪好靚喎，我又買唔起，咁介紹俾阿郭生買，我你租翻俾我嘅喎，咁樣嗰陣時就84年咁上下啦，84年，30年啦，而家仲啊，咁啊個月租俾我真係冇乜租約嘅，真係有時有時冇，咁依家都冇乜租約，冇啊，咁啊有時呢幾廿年咧。都好辛苦嘅，即係汽車競爭好大，咁啊有時生意唔好咧，咁有時佢都冇收租，有時個幾個月都冇收租，兩次啦已經，即係兩次幾個月喎。我唔知喎，哎呀，你話真係唔知喎，我俾算我同我講啊。10年前、10幾年前都有一次又好有生意啊，幾個月都欠唔到租，咁後屘咧就不了了之，唉、哎，算啦算啦咁。咁後屘就好翻少少，又再繼續交租。啊，最近呢兩年前啊，沙士唔係金融海嘯，哇，生意又差，咁啊又有幾個月係冇交租，咁又算數喎。咁而家都有交租啦，而家因為減咗租添，本來35,000。銅鑼灣嘅鋪1200尺，地下60尺門面20,000+租。哇！租後都唔得啊！
係咪啊？兩萬幾好似啊？佢本來35,000租，而家加到25,000租。咁啊，佢睇實用1200尺，湖面60尺，銅鑼灣區地下。25,000租嘅，所以呢個世界咧好神奇嘅，因為佢介紹我買啊嘛，我賺翻啦，以前買咁平係咪？啊，喂，好朋友，我哋送翻件禮物俾你，多謝曬，多謝多謝，唔該，多謝多謝。當年阿匯豐劉生咧問過我嘅，喺幾時啊？我有成10多萬尺鋪位喺市場做丟空嘅。好多人在啲街度問啊，俾啲間係姓郭嘅，嗰間係姓郭，點幾年都唔做生意，又唔租嘅咧咁。阿匯豐樓咧問喂，阿多頭冇理由丟空唔租嗰啲鋪位，我諗住賣咪唔租咯，你租咗又驚賣唔到，咁啊10多萬尺地下嘅唔止添啊，好似以前嗰個周南搶鋪書俾我噶，我走咗黃寧店嗰個先做鋪。因為他們買鋪位呢要數人頭的，早晚數一些人流點啊咁嘅，我就不數的，一經過咦就直覺就即刻俾訂啦。佢一搞得嚟又俾個聖國搶咗，咁所以成輸俾我。而家以前我聘嗰個西洋菜家間兆萬中心，十一個 number 嘅西洋菜街近登雅士街嗰時間咁樣，就係我私人名。咁但我好怕起樓啊嘛，我一手轉翻曬俾啲朋友，咁我又唔錯。我好怕起樓嘅，而家我起啲樓咧，慢慢貨未嚟啫嘛。但世界咧就係點解講呢兩件事呢，就係、是、俾大家一個啟示：量大福大。上帝講係冇錯嘅，施比受有福，你會多咗你唔知嘅。我係唔相信㗎，因為我好少講我私人嘅人生態度嘅。但係後生啊，好多人知啦，我60年代已經好豪氣㗎啦，係嘛？我和周俊連個仔都曾經鬥追女人追母女，都包曬場，大家鬥頂喎。我頂一個月唔夠你頂靚仔，我頂一個禮拜咧，你都幾辛苦。走去投資一排投到400多萬，頂到香直球都燒錢，係嘛？所以就俾大家啟示：量大福大。哇！那個世界咧好神奇嘅，你會多咗嘅，嚇、啊、多咗嘅，多咗嘅嚇。係，好啦，謝曬，多謝曬，繼續啊，繼續好生意。仲有一個咧就冇叫佢嚟啦，啊，又係阿伊華嗰度咪20多年啦，我豪衝啲地，喺20多年又係減租冇加租，租咗個20,000尺地方嗰度，喺香港都係一個奇蹟，因為我冇時間記呢啲濕濕碎啦，即係講個笑話俾大家嚇。香港的地產佬的地盤很小的，那些10多萬尺地鋪好像財政司說的中產啦，是吧，丟空的，所以通到周圍入或者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灣仔的人不租鋪呢，那些間又不租又不整，成都幾年都不租的，10多萬尺地鋪都丟空了多年了。但我在第二國家我的地盤呢，可以說個笑話給大家聽，你揸車行兩個鐘頭都未行曬，都係我嘅範圍，又係丟冇理嘅，而家冇理嘅。有個紅寶石礦咧，又未走去掘，唔得閒掘。你個老下嚇我嘅咩？郭先生，如果掘出嚟唔掂咧，好多錢嘅喎，啲唔靚嘅畫鬼，我講咁你唔好搞事啊，大佬。啊，原來開嗰寶石礦咧喺皇帝送俾我嘅，當年我未得閒去掘。嗰、那個地盤咧成兩個鐘頭嘅揸車都係我範圍之內。即係我哋當年買地咧，斷平方公里買咁啊，邊會買幾多尺啊？聽到眼瞓咁啊！喺蒙古嗰時，我攞個地盤都成10多、20平方公里啦，賺好多錢嘅，夜晚包噏啊賺錢。啊，多謝大家嘅知道我哋一啲少少嘅往事，好嘛？